大家午安。午安。我姓郭，名吉来，就是说郭吉来，桂林的新人才，哎，我听到好听，听到。吉来吉来，交阮朋友郭起来郭起来，所以你们一直想我啊。安彩水好像是校长，不是，是校长。副校长。阿哥来。陈院长。这个特别介绍，这是阮渔林同乡会高雄理事长，啊，化成功。对，我们理事长高雄的，啊，彭会长，这个好了。所有贵宾大家好，好，多谢大家对这个阮鸟松高中艺术学校，也是讲亚洲唯一的古典艺术高中。因为其实你要人艺术家还是企业家，第一届我来台湾，咱去年七月八号，八月七啊，是不是忘记了？第一次我来参加董会长那个，就是那次也是这个一百幅画作的那个展览，还有什么安宁啊、董事长方面管一百幅的作品。暂时就是台湾的，龙岗的已经四十八了，所以我就讲，啊无安尼啦，我出个五十万好钱，啊我毅然今仔真的可以参与这个盛会，而且我也安排了叫詹立善县长，还有文化处长，文化处长喜欢这边，我是南通高中艺术学校邀请的，哇邀请。对啊，就是讲，这个以前这个国中，伊拄啊伫阮兜四百五十二村呢，啊，阮四百五十中一个啊，会滴雨，滴雨就是讲，人啊哪坐去啊搭，雨衣是拢湿湿。所以学校就这样多钱，啊，所以而且真心讲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，感恩。Thank you.
因为他最好的一百，他多少岁啊？七十八。那一百亿，我对于这个艺术教育的提升，你看能够带来多少的这个价值？你要是，但是说真的不容易。哦，光要请我们一些社会上的成就人，满腹图画回到他家乡画一下，或者说在学校场，在很多不同的场合里面，能够把这些艺术作品放在他的办公室里面。谢谢大家，我是主持人，谢谢。
天二十三一六六。